Do you like going to school? Yes. Ah, do you have a lot of friends? Yes. Nice. 調整後的Hello, 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首先我這個 video, 我作了個口號 M 班攻略越懶越要早開始今天呢就跟大家講下 M 班攻略首先 M 班是什麼東西其實在香港呢 M 班有很多不同的稱號的那譬如它會叫做 Pre-Nursery PN 班啦 M 班啦、PN 學前班啦兩歲班啦幼兒中心啦 Preschool 啦所以是有很多不同的名字的那以下這個 video 呢我就會統稱佢做 N 班，咁乜嘢係 N 班呢？咁其實 N 班就係 for 兩歲小朋友可以開始讀噶啦。通常佢個 application 咧就係每年嘅八月開始到十一月，甚至乎十二月咁樣嘅。咁可能你會問啦，嚇八月先開始，而家先四月幾啫喎？其實唔早噶啦，越懶越要早開始。咁雖然我都係一個好 relax。比較懶惰的家長其實現在越早開始就是對你和小朋友都是越好的 N 班是不是一定要讀過並不是的 N 班就不是、那些九年免費教育啦你可以選擇給你小朋友讀或者不讀看你自己小朋友啦當然還有看你屋企狀況啦有沒有人幫手湊小朋友啊這樣M 班有沒有政府資助的根據香港政府這個 website 的這一條 formula 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實是可以申請 M 班資助的可以根據這條 formula 計算家庭全年總收入除以家庭成員人數加一那就會得出一個調整後的調整後的家庭收入那你根據這條 formula 之後呢再睇翻政府呢一個 table， 咁就會見到啦。如果你調整後嘅家庭收入係以下呢啲 range 咧，就可以嘗試申請政府嘅資助。咁佢會有分嘅，即係再合乎埋佢其他要求之後咧，佢可能會批 100%、75%、50% 或者唔合資格咁樣嘅。咁如果合資格嘅，都不妨申請下啦。咁跟住落嚟，我有四大。攻略可以俾大家去揀啦，啊，全香港咁多 M 班，就希望可以幫到各位家長 narrow down 你嘅 choice， 咁你就唔使話啊，全部都想報啊，邊間最啱咧？咁樣，第一個攻略就係學費，咁 M 班嚟講咧，學費咧就個range 大概係每個月5000蚊，每個月5000蚊到10000蚊度啦。咁計埋啲學費啊、雜費啊、茶點啊、admin fee 咁樣 ，expect 俾幾多錢落小朋友嘅 M 班呢咁其實你有咗個數之後咧，就可以幫你 narrow down 咗一橛M 班嘅 choices 噶啦。咁譬如你話哦，我淨係想俾5000到8000嘅，咁你咪完全唔好諗8000至10000嗰啲咯。咁呢個就可以幫你分咗少少出嚟啦。咁我有個個人小 tips 嘅，由於而家都仲係。COVID-19 嘅 season 啦，咁其實幼稚園就M 班就首當其衝，佢哋好多時都會停課，教育局話停課，咁所以其實學費嚟講咧，我會覺得冇平時以前咁 fully utilised 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心儀緊兩間學校，一間貴啲，一間平啲，咁你可以衡量一下哦，小朋友未必翻足噶喎，因為以 Aria 為例，媽咪。你在哪裡啊他回了大概8个月 M 班那我会说差不多得一半时间他是真的 face to face 去 teaching 其他可能是 zoom 啊或者停课或者放假那所以如果钱银的话你可以 take 埋这些做即是 consideration 这样啦那有些 M 班可能你不合资格拿政府资助但是他幼稚园 K1 至 K3 是有政府資助計劃嘅喎，咁嗰度都可以幫你慳咗一筆錢。咁如果你入到 M 班，再升埋 K1， 咁可能就雖然 M 班要俾錢，但係之後嘅幼稚園就唔需要俾學費。第二個攻略就係學校嘅地點，
咁地點對我哋嚟講咧都係好緊要嘅。咁因為始終小朋友翻學嘅時候得兩歲零咁樣啦，我都唔想佢 travel 好長時間先至翻到學，咁可能翻兩個鐘又要搭翻九個字車翻嚟，咁我覺得小朋友可能會比較辛苦，咁所以咧我自己就 narrow down 咗係屋企附近嘅範圍，即係可能最多一個站咁樣，或者甚至乎行路行到。啲小朋友始終咁細個，有時喺學校都會喊啊，唔適應啊，或者想早啲翻屋企，咁有時老師都會打電話俾家長話啊，小朋友今日有啲唔舒服，你會唔會可以早啲安排接佢翻屋企啊？咁如果你間學校係近嘅話咧，咁安排都會易啲啦。大家可以考慮啲有唔同 campus 嘅學校 group， 譬如佢喺分佈香港唔同地方都有分校嘅。咁 in case 你入咗一間之後，你搬屋或者呢個 campus 佢小朋友真係唔中意，你都好容易可以 transfer 去其他 campus。第三個攻略就係直升。咁頭先都有略略提過啦 ，M 班有冇得附屬埋幼稚園，有冇得直升埋呢？咁其實好多學校都有㗎啦。咁就算佢冇自己幼稚園呢，有時都會有啲有關聯嘅幼稚園。咁如果你心儀嗰個幼稚園，咁你咪apply 佢個 N 班。直升就當然讀完 N 班，咁就直升幼稚園，咁嗰幾年都唔使煩啦。最後一個 tips， 大 B 定細 B？首先咩叫大 B 細 B， 咁年頭出世就大 B， 年尾出世就細 B 啦 generally， 咁有啲學校嘅 cut off day 係唔一樣嘅，咁可以自己再睇下。咁我自己就覺得呢個其實係好 unnecessary 同埋好唔公平嘅，因為無論你幾時出世，每個小朋友都應該有公平嘅機會去選擇自己喜歡嘅 N 班。咁奈何呢做咗好多功課同埋經驗之後呢，發現香港都真係有呢個情況，就係有啲 N 班係真係偏向收大 B 多過細 B。 有時候細 B 即係譬如七八九月出世嗰啲，佢哋直情連 interview 嘅機會都冇。咁一方面可能真係大 B 嘅表現叫做表現啦，因為始終佢大啲啊嘛，即可能個表達能力都好少少，咁所以 interview 都有優勢嘅。咁所以家長們，如果你哋心儀嘅學校，你睇咗啲 forum 或者啲人同你講過話，佢偏向收大 B 噶，咁你就考慮一下。如果你小朋友係細 B 咧，咁你就可能報多幾間 back up， 咁樣到時就會即係好預算啲咯。點樣申請 M 班啊？而家有 COVID-19， 有啲又話 online interview， 有啲又 Zoom， 有啲又拍片，有啲又要填 form 寄信，咁點呢？咁首先呢，我就係有好多文具想提大家準備嘅。咁首先幼稚園呢 M 班唔知點解就係超級鍾意順豐，咁你買定一啲 A5 就應該大部分都通用㗎啦，因為有時佢哋接學校接啲信呢咁比較大，咁佢哋鍾意 A5， 咁你買超多擺喺屋企隨時用，超級多順豐。第二就係幫 BB 影定啲相啦，學生相啦，呢個係佢六個月嘅，因為我都懶啦，我冇幫佢幫 Aria 再影啲，即係 reason 啲。咁但係總言之有啲證件相喺手啦。咁另外就係一沓嘅小朋友出世紙、passport， 小朋友嘅針卡，你影印定10至20份咁樣隨時拎起手就得㗎啦。跟住仲有爹哋媽咪嘅香港身份證副本都影印定一沓啦，有啲學校都會問爹哋媽咪嘅身份證咁樣嘅。咁文具方面呢就大概係咁多啦，做媽咪真係好。我哋嗌一次口號先， M 班攻略越懶越要早開始。咁而家四月咯喎，點呀，未到八月唔使做啦係咪？唔係，而家就開定開始，根據頭先嗰四個範疇揀咗你心儀嘅3-4間 M 班之後呢，就上佢哋嘅網頁睇下佢哋幾時開始接受申請，咩形式，如果係 online form 嘅 save 定條 link， 同埋嗰個 link opening date， 咁你寫落同一個 file 度啦。咁揀咗之後呢，如果係要 print form 出嚟嘅，咁你都寫埋個網址，然後就到時到後 print 出嚟，或者而家 printing 出嚟填定咁樣都得㗎啦，又要黐相又要攞身份證號碼咁樣填定呢，到時就會得心應手啦。所以而家開始定都真係差唔多㗎啦，可能係遲添㗎啦，快啲啦， TikTok TikTok。
information 啦，就要留意幾時會收到 interview date 啦。有啲學校係寄信，有啲學校係 send email， 有啲可能打電話。咁你耐唔耐 check 下自己個信箱啦 ，check email 啦。咁一有 interview date 咧，就要即刻寫低 mark 定 calendar， 可能到時爹哋帶定媽咪帶定係邊位帶咁攞定假啦。如果你收到 interview date， 你越早 mark 落 calendar， 你就越早可以 prepare。譬如攞假啦，或者嗰朝早原本有啲 play group 嘅，咁你又要 reschedule 啦。所以越早知道個 date 咧，你就可以越早準備啦。interview 嗰日有啲咩要留意㗎？咁其實分享一下 area 就大概 in 咗三間 M 班。第一間是由政府資助的幼稚園，所以都比較熱門的。那間 就候補，如果 interview 那天就不需要太早或者太遲去到，因為那間其實我們早了三四個字去到，但是學校是不給你在裡面等，要你在外面屋苑那裡走到夠鐘才可以入去 interview。 其實對個歲幾，因為歲幾就 interview 兩歲讀書嘛，歲幾嘅人仔嚟講，其實都去到陌生環境，仲要周圍行，咁可能會增加咗佢個焦慮感。咁所以我唔建議太早，咁當然都唔好遲到啦，可能早五分鐘帶齊嘢，咁慢慢去到就好好啦。咁第一間可能因為有資助又競爭大，佢仲有好多審批，咁所以第一間就變咗 waitlist。咁唔緊要嘅，我哋之後去第二間。第二間咧，佢個 interview 就我哋 group interview 嚟嘅，咁都準時，然後就一大班小朋友一齊開始玩啊，摸小動物啊咁樣。咁呢個咧托賴 Aria 嘅表現都唔錯啊，我覺得。咁所以最尾都順利收咗。咁第三間咧就係 video interview 嚟嘅。咁我哋 in 咗一次之後咧，等緊 second in 嘅時候，已經收到頭先嗰間嘅 offer。咁所以我哋就冇再拍片去 in 第三間啦。因為其實我哋商量完之後就跌埋心水，覺得有 offer 嗰間都好好啦，唔需要再揾其他。因為總有學校比你更加好，亦都總有學校唔適合你小朋友。但我都會有少少 tips， 就係盡量唔好將啲 interview 排埋喺同一日啦。咁其實 N 班嘅 interview 都係嗰幾個禮拜集埋一齊㗎啦。如果你報十間，咁好有機會係撞期嘅。咁你自己 prioritize 邊間最想去。咁如果你有撞期嘅，你可以試下打去間冇咁心儀嘅，問佢可唔可以改日子。咁如果得嘅就最好，如果唔得嘅話咧，咁我會建議去咗，即係將你中意嗰間排上晝先，因為上晝小朋友心情係應該會好少少嘅。可以 interview 嗰日幫小朋友帶一個佢中意嘅小玩具，或者小屁屁，或者佢自己好中意嘅公仔啦，咁去 comfort 下佢。咁小朋友呢 ,Aria 佢覺得有個熟悉嘅公仔呢，其實佢都會放鬆心情少少嘅。如果小朋友 interview 完呢，你都讚佢啦，無論佢做得好唔好又唔扭計呀，咁其實喺我心目中呢，佢哋已經全部都好叻㗎啦。咁所以可以不妨攬下佢啦，咁其實對小朋友自信心都好好。見完啦，咁點呢？跟住又係等郵、等信箱、等 email 嘅時間啦。咁就可以 mark 低大概呢間學校佢話幾時會有 second in 喎，或者大概幾時係可能有 offer 噶咯喎，咁你自己 mark 低個時間，咁 check 翻個email 或者信箱咁就可以啦。最後收到 offer 啦，恭喜曬，好叻啊！收到 offer 真係好開心噶，咁開心完之後又係去睇翻嗰封信講啲乜嘢，幾時俾註冊費啦，交支票定係交現金定係點樣，有啲咩 form 啊信啊要再候補嘅，咁自己就交翻齊啦。最緊要唔好俾壓力自己同埋小朋友。好，多謝大家睇呢個video， 希望幫到少少各位家長提早開始做功課，幫你小朋友找 M 班的資料，千祈不要給自己那麼大壓力自己啊。如果有什麼問題，歡迎留言問我，我都還記得的。各位家長小朋友都找到心儀的 M 班，快快樂樂學習啦，我們下次再見啦，拜拜。 Do you paint pictures? Yes, but you see, they are not my favorite pictures.